做錯啲咩啊？咩都冇做啊！你做過啲咩你知啦，啊嗱，而家咧唔係事必要你講，但你所講嘅嘢咧都會被網民 cap 低，成為呈堂證供。冤枉噶，咩都冇做過啊！喂，你抹翻副你副眼鏡先啦嘛。係咩啊？佢死後都唔認啊，咩都問到。魏毒坤係嘛？吳業坤，魏毒魏毒啦。根據網上的資料，你在2016年1月24日 post 咗呢一張相，個目的係咩啊？挑釁全香港嘅男網民。唔係啊。知唔知有四字點寫啊？你望咩啊？魏毒，你究竟同佢做過啲咩啊？咩我做過？我咩我做過噶？唔係淨係同佢 say sorry 啊，同全香港嘅男網民 say sorry 啊！我咩冇做過，只影一張相啫，對唔住。阿強，係，同佢揾一張。其实当阿达哥都有合照嘅，我就唔相信阿强啊喺后台佢唔会同波多野结衣影相咯。做咩啊？扮死啊！第二单，2015年8月3日，你喺社交网站上载咗一张生蚝照，然后留言就话今天工作累了，要食好细。咩食好细？其后喺2016年3月，你话订咗两只 wife， 究竟系咩 wife？wife 可以订嘅咩？2017年6月16日话好想钓人食饭。點樣釣人食飯？係咪人哋同你食飯就係俾你釣？你仲唔係扮曬嘢博出位？打錯字，誤會嚟咩度？同佢玩多陣。Yes, ma'am。其實我只係打錯字嘅啫，我又懶得改，大家唔使咁認真嘅。下一宗罪，你看自己的 MV 幾好啊！又去日本又去巴黎，仲揾成班日本妹同你拍，咩意思啊？擺到明借啲嘢想識假妹，直頭公器私用啦，係咪啊？究竟你有冇認真咁樣做音樂㗎？啊！呢幾年我做咗好多歌，終於湊夠歌開多一次我嘅紅館演唱會。其实啲 MV 入边嘅女仔，只不过系故事嘅要求嚟嘅啫。仲有，我终于我够20几首歌，我唔使一首歌唱3次啦。我一直以嚟都喺度努力做音乐。呢个演唱会叫小句号，系希望将我以前应该系2张280蚊嘅飞，啲贵妃卖晒啦咩？我哋好多嘉宾。有边个？有 Mira。有 Mira？ 嗯。Mira 喎，有 Mira 喎，有冇 Era？ 诶，我可唔可以买2张贵嘢飞？好好，600-800。OK。20蚊手续费。我要睇 Mira。这个演唱会叫小句号，是希望将我以前一些发生了的事情好好地总结它，然后再向前行。我都不是看你，有没有花姐？没有。WiFi 可以订吗？不可以。那什么可以订？ WiFi 是 WiFi 蛋。是不是人家跟你吃饭就是给你钓？得得你啫，我可以给你钓，点钓？你钓一次嚟听。你仲唔系想博上位扮出位？你得唔得啊？你等等啊，等等啊，好难。